太极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。老子在《道德经》中提到，道是无极，道撼阴阳，而阴阳为太极。周易系辞中说，易有太极，始生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。这些著作中，古人阐明了宇宙从无极而太极，以致万物化生的过程。太极又有东方芭蕾的美誉，太极有着时而含蓄，时而潇洒，时而刚毅，时而柔美的气势。这与中华民族传统艺术追求自然写意的理念相契合，充分展现了中华民族崇尚的和谐自然之美。气相随，虚实相见，蓄势相发，松沉浑厚。老子说，禹将羲之，必先张之，将欲弱之，必固强之，将欲废之，必固兴之，将欲夺之，必固与之，是谓威名，柔弱胜刚强。太极中讲究欲左先右，欲顺先逆，最终达到道家所强调的天人合一的境界。太极和中华民族其他武术形式一样，最终追求的并不是技术上的完美，而是思想内涵上的丰富。形传心声，太极的一招一式都传递着中华民族传统汉文化和谐的思想。